Fiona，咱应该是不会骗我。应该可以吧？我现在在凌霄饭店帮忙，我可以跟邵小姐说这是你的请求，你们这样和好的也比较快。你是觉得把女孩子灌醉都是色狼吗？你在乎她的不是她的心事，哎，反而是她有没有喝醉。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你的大衣里面穿的是性感内衣。你又流鼻血了，我去拿卫生纸。你有必要抱成这样吗？我怕你气血循环太通顺。可是我现在已经塞好了，应该没事了吧？还是我测试一下？把你的卫生拿掉了，很丑。少宇啊，对不起啊。饭店的事情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。我那天讲话有点过分，我把你跟那个垃圾放在一起，对不起。我们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很丑。有啊，很丑啊。我们今天喂，姑。小千啊，你还没睡吧？我还没睡。那正好，我和朋友喝了点酒，你可不可以过来接我回家呢？叫我姑走回家。可是他不喜欢坐别人的车啊。哎，好，你把地址传给我，我去接你。好，那你尽快来哦。哦，
你尽快来哦。好，你尽快来。麦当劳先。菜这招这么有效，为什么说这么？之前那个 Mr. 柴就说我是赵子墨转世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再去问他。这是什么人生啊？输掉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算输掉全世界，我还是会在你旁边。